连生活否讲六祖坛经，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连生活否讲六祖坛经。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聆听连生活否为我们开示慧能他的名字的由来。啊，现在呢我讲一下这个今天要讲的六祖坛经。这个六祖慧能啊，这两个慧能这两个字，它是有根由的。当初他的父母要生六祖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僧人，就是很非常长相非常庄严的僧人，到了六祖的家。六祖还没有出生啊，他的父母那天晚上要出生六祖的时候，这个僧人就来了，跟他的父亲讲：你将来生的儿子就起名叫慧能，慧能。就他父亲就很奇怪，就问这位僧人，这个庄严的僧人为什么要给他起名叫慧能呢？他说这个慧啊，就是慧思众生，会给众生施以种种的最重要的啊，这个会施以众生种种的一切的功德，叫做会施众生。那么第二个字能呢，能叫什么什么意思啊？这位僧人就答了：能做佛事，慧思众生，能做佛事。啊，当初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本身啊，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意思“摩尼”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摩尼”两个字的意思，“释迦牟尼”“摩尼”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没有错，是能，就是能力的能，慧能的能，能够的能，仁，就是仁爱的仁，能仁，摩尼两个字就是能仁。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咒啊，叫做 Om Mani Mani Mahamani Sikhamani Soha。 这个法力太强法力太强，这个声音啊，不知道从哪里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咒啊，就叫做
摩尼摩尼玛哈摩尼释迦摩尼梭哈，就是能人，能人最大的最大的能人，释迦主里面能够会施众生的成就者，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咒 Om Mani Mani Maha Mani Sekha Mani Soha。 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族里面能够会施众生的成就者，所以慧能的两个字它的意义很深，能够会施众生，能做佛事，能够把佛的佛法传播给众生，就是慧能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个一说完，这个僧人就不见了，所以他的父亲就把这个小孩子起名叫慧能。这个就是如行者六祖慧能的这个名字的由来。继续聆听莲生活佛开示六祖慧能的出身。那么慧能的父亲呢，他姓卢，跟我是同宗，姓卢，叫卢行涛。那个行呢，是这个中国人经常讲，这个事情怎么如何如何。他说行，这个大陆人就想行，拍胸膛保证行。涛呢，倒不是那个滔滔江水的那个涛，不是三点水的涛，而旁边是一个王字，王字。他的父亲叫卢行涛，原来他的父亲本身呢，是河北省的人，河北并不是岭南人，他的父亲是河北省范阳县的人，范阳，河北范阳。河北范阳当初的时候卢行涛也是做了一个小吏，就是一个官以后这个被贬到岭南，就是说他离开了那里，那么被贬到了这个岭南的地方去了。这个父亲呢，到了岭南以后呢，生了这个慧能，很快的他就过世了。那么只有慧能跟他的母亲呢，这个在那里，他们那时候只是一个平民，平常的老百姓，而且没有什么钱，最后被逼逼到这个佛山镇，广东佛山佛山你们知道吧哈。
佛山有什么人？黄飞鸿啊。哎，他就到佛山了，他们就在佛山。那慧能他不是在，也没有卖药，也不会打拳，那么他是做什么的？他不懂得字，没有读书，但是呢他就是上山啊去砍柴啊，砍了柴就背着柴呢，这个回来就在这个卖柴，这砍柴卖柴，他只是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家境呢，当然是非常的辛苦跟贫穷，以砍柴跟卖柴为生。他这个是六祖坛经的时候啊，这个慧能自己他必须要自己讲他自己的过去啊，他就是上山砍柴，那么下山他就卖柴，其实是很穷困，其实是很穷困。我觉得他本身穷困的人呢，能够担当大业，担当大事业。不要以为说出身啊豪门，其实出身豪门啊，就是现在这个我们所讲的这草莓族，它是草莓嘛，我们拿起来一个指头一戳，它就马上就开始流血流泪，那一下子就得忧郁症，他就黑掉就死了。这个是草莓族。要像卢师尊啊，卢师尊是什么族？是铁骨族，剔骨的铁骨，同生铁骨族。任你怎么打，任你怎么侮辱，我都挨得起打，吃得起苦。你看我隐居六年，我是怎么生活的？六祖慧能在这个猎人堆里面是怎么样子生活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生活。我们都是一样能够受苦的，任人怎么样子欺负，我都能够支撑。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的，结婚以前都是在讲天长地久白头偕老，结婚以后就是在问一问能支撑多久。师尊是能够支撑的，将来无论走到哪一步，我都能够同生铁骨组。六祖慧能本身来讲起来，他很有支撑的这个力量，他很能够，纵然他将来他得到最大的智慧，一样能够
啊，所有的辛苦他都可以担在他的肩膀上面。欢迎继续收看连生活佛讲六祖坛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莲生活佛开示，只要精进专一，一样能够成就。关于这个南华寺，刚刚那个莲林上师讲了，也就是宝林寺。那六祖坛经就是在宝林寺里面所讲的，也就是南华寺。南华寺的僧人当中啊，有我们真佛宗的弟子，出家人，是我们皈依师尊的。那么六祖的金身在那里，他讲说他去看六祖的金身，真的跟师尊所讲的，跟常智的相貌一模一样。常智啊，那六祖的相貌当然不能够很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他很穷，因为他很穷，年轻的时候吃苦。常智上师呢，他不是很穷，但是呢，他只是吃的很少，他懂得吃。他知道这个年纪啊，是不可以吃太多的，不像我，我是随便吃的。那么我觉得啊，这个人呢、啊，像六祖慧能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能够得到这个五祖的这个场次，他很欣赏六祖慧能，知道这个是真正的传承的人。他因为他本身是有慧根来的，他有前世的慧根，虽然这一世他本身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他一听他就明白，这个就是他前世本身就是有慧根。啊，有很多人修行啊，这个修了很久，修行啊，他在修行当中修了很久，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有得到波叶的这种智慧，这种智慧他没有办法得到。那么这为什么呢？因为跟根基有关系，跟根源根基是有关系的。好像我们来讲，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大部分我们讲起来都是前世有根基的人。那么在这一世没有根基的人要怎么办呢？你不管你的根基如何，佛曾经讲有一个佛叫做精进佛，精进啊，精进佛，他能够精进的话，他一样能够得到阿罗汉的这种境界。他不是日，但是只要能够专一的话，他照样能够有成就。很多人读《金刚经》不懂，刚才莲林上师讲，读《金刚经》不懂，
他怎么读都不懂它的含义是什么，但是就是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白《金刚经》，它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的浓缩就是《金刚经》，《金刚经》的浓缩就是《心经》。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思想的中心，也就是佛心中。六祖慧能因为砍柴回来，送柴到一个客人的家里，听到另外有一个旅客在念《金刚经》，他一听《金刚经》，他就开悟。《金刚经》就是开悟的经典，我讲了，没有开悟的人来讲《金刚经》，那只是摸《金刚经》的书，翻译《金刚经》的文字，不解经中之意，它本身的意地在哪里？如果你今天读通了《金刚经》，也能够讲解《金刚经》，那么，请你回答：经中的义谛在哪里？不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不是无声无心无性无我，不是我空身空心空法空性空，不是。所以我叫大家去悟去参，就是参《金刚经》里面的义谛。你能够读得通吗？你能够知道它里面真正的含义吗？如果你读得通，知道它的含义，偷偷来跟师尊讲，我就给你印刻。今天是除夕夜，首先呢，也在这里先恭祝大家新的一年呢万事如意，心想事成。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句莲生活佛的金句呢，其实呢也跟这个过年很有关系，主要是在过年的时候要跟大家这个互相的激励一番。所以今天呢，这个莲生活佛的金句是《湖滨别有天》这本书里面的第16页说到：真正的逆行者就是出发，一直向前精进，就这样去做。这最重要的。好，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湖滨别有天》里面的这个金句。那节目的最后呢，一样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本呢，就是为了庆祝我们这个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的一个开播纪念的万用手册。大家打电话进来的话呢，这本可以免费的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请大家不要忘记继续收看《弘光大成就莲生活佛讲圆觉经》。明天见。